只能用一只手。俊童叫醒不言，还是方先生疏于联系？你是共产党？你听好了，我是会计，上海市民，普通人。我们的事你怎么知道的？推理。用什么推？填单之前在同府里向邻居要了鞋胶和地毯，他在房间里边用草稿纸画了仙乐斯的病院图。我在药店后巷捡到了黑色皮鞋的鞋胶，够了吧？我也去了仙乐斯的案发现场，铁林捡到了金刚钻，幸亏我先捡到了地道。这些还不够推断的吗？其实就算你不找我，我也是要去找你的。你们军统的行动方式，擅长的是面对面开枪。如果你们想改变行动的方式，我请你们做的职业一点，不要留下尾巴让人抓住。这与你无关。这与田丹有关。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感谢你和方太太之前照顾田丹。但是你们不应该把他卷入到你们的杀人计划里来。我答应过他，让他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你真不是共产党？这些天我倒希望自己是。那你和日本人有关系？有关系。之前我和银座是朋友，但不要逼得太紧，不然我也会杀。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早就知道了。田丹就住在我家里，我每天都能见到他。那沙武藤也和你有关了。我求求你，方先生，就辞掉田丹吧。反正他也要结婚了，如果你们以后需要帮手的话，我可以帮忙。我们本来也不是对手，你也不需要小心我。我不信任你。明白，换做我，我也不会信任。金刚钻的事儿，谢谢。不客气，是为我的未婚妻。饭吃了一半，怎么才回来啊？田小姐啊，老早吃好了，在厨房里给你热菜呢。给我倒杯水喝。哦，水自己不会倒啊？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日子定在正月十一好啦。嗯。心里在想啥呢？我跟你说，结婚的日子定在正月十一好吧？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是早了还是迟了？迟了呀。哎呦，那我比你还着急呢。但是新房你总得弄一弄吧，隔壁邻居我总得告诉一声吧。还有，你要结婚五样性样样都不能少的。那酒席是在家里头办呢，还是在外头办？哎，就算酒席省掉，那床上五样性一样是省不掉的。还有，你们结婚都要做新衣服吧，还得到高级的成衣店去做。哎呀，新衣服我已经有了，那身西服三件套我只穿过两三次的。
我知道你那身衣服啊很高级，是在元宝街做的，但是人家田小姐总要做一套高级的新衣服吧。在哪里登记啊？哎，我送你个，我来登记。许天，饭已经给你热好了。天儿，饭要凉了，赶紧出来吃吧。来了。从屠夫里回来，一会儿没说三句话。你到底告诉我，你看见徐先生了吗？自己待着。这个徐天不是共党，但比共党更厉害。不会是日本方面的吧？应该不是。他知道我们的底儿呢？全都知道。我向上头报告，上头说留着就留着，说灭我就灭掉他。上头，上头，你就知道上头。上次来了个你的朋友严复，现在又没消息了。长谷，我一定要除掉他，为老严报仇。田丹怎么办？徐天让我们辞掉他，说反正也快结婚了。怎么辞？就不能辞？田丹不在我们手里，两个知道我们底细的人全都见不着了，怎么办？胳膊怎么了？啊，让我看看。别管。动手了？徐先生手指头刚受过伤，你跟他动手了？你这不欺负人吗？行了行了，别说了。可他帮了咱们。别说了，下去。神经病。进来了。哎呀，我腿脚挺方便的。吃药了吗，娟儿？吃过了。啊，以后啊，一天两次记得吃，没有药了去找我。这种事儿呢，就别麻烦铁林了，他在外边事儿多啊。厨房在哪儿呢？厨房在后面，后面。哦，哎呀，我呀，把这该带的都带过来了。估计这两个男人过日子，东西也不齐全，一次带来以后用起来方便。农到底要做些什么呀？做什么？我只会做东北菜，不会做上海菜。两荤一素外加一个汤，可以吧？小铁知道吗？他让我来伺候您的。厨房那边是吗？哎哎哎！哎呀，铁公子，整个法租界都跑遍了呀！那这张纸条上。除了有一家离开上海了没有问到，其他的通通问到了。那那一家是做什么的呢？啊，拉车的。老公死掉了，剩下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十二岁。铁公子，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的。你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就不要讲嘛。来，说。我们查这个，廖总死前的一个星期卖出去的金刚钻。
那如果人家是半年前买的呢？一年前买的呢？都查不清楚的。廖总死在仙乐斯，搞不好就是仙乐斯给他做掉的。哎呦，我脑子崴他了，太太。仙乐斯是人吗？他怎样弄死廖总啊？那摆明了，廖总点子背嘛，是不是？正好赶上楼梯板碎掉了，哎，浴缸也碎掉了，哎，电线又漏电，踩在水里电死了。我说马敢啊，你好去写侦探小说了，啊？嗨，照你这样讲，铁公子算来算去都没有你马敢聪明喽。哎，我可没这么讲啊，铁公子，是他讲的啊，我这人大家都知道很笨的。好吧，那尸检报告上说廖孝林身体里有麻药的成分，怎么解释？该不会是有人灌给他喝的吧？哎呀，他自己搞的，他抽的烟大家都晓得了，我也抽过，抽几口，哎，晕晕乎乎的。行，你们再去仙乐斯看看吧。你去哪里啊？回家喝茶。去看什么？随便找人问问话。问什么？随便。六小姐啊，要不一起先把饭吃了吧？不了。哎，我说铁锅啊，你们家是不是从来不洗衣服啊？这衣服脱下来放两天，重新穿上就算干净的啊？咋另搞的呀？我的衣服啊还是经常洗的。得了吧，您看这一盆黑水，以后啊这种事儿您就别干了，留给我来干啊。您这风湿关节痛的，回头手再不听使唤可就麻烦了。这个水是很冷的，你看看你的手啊，都冻红了。没关系的，要添些热水的。哎呀，没事，你这样呀，十几口子的人的衣服我都自个儿洗呢，这点算什么呀？啊？你家里头有十几口子人呐？没有，替人家洗衣服，赚钱的。那个是啥辰光的事体啊？十几年前了，来上海之前。你现在有多大？问这有意思吗？您多大了？我比你大多了。我比铁林大。刘家小姐，彤彤讲话真是太不容易了，你看看，讲着讲着就又不对了。行了，铁伯，赶紧吃饭去吧。行了，淡了，知会一声，我好调。一起去吃嘛。哎呀，不用了，您先去吃吧。哎，石天，找什么呢？找报纸。报纸？这些不都是报纸吗？啊？我找几个月前的报纸。前几个月。都收了，收到哪里去了？总处。你要亲戚约个报纸干嘛？我想不起来一件事情。那去总处找找呗。好啊。日子定下来了吧？正月十一，酒席在家里办？应该在家里办吧？什么叫应该在家里办吧？你上点心好不好？脑子里还有其他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比你结婚更重要啊？倒是没结婚重要。我的案子查死了，帮我推一推。
要总的案子，郑武来言这一项查不下去了。哎呀，我不管你的案子。哎，师傅，帮帮你嘛！小弟现在真的是查不下去了。徒弟啊，该交的都交过了，每件案子都不一样的呀。别闹。 现场你也帮我看过了，你就随便帮我点拨两句也好。哎，我真不知道，该回去上班了。你先告诉我，廖孝林死，他到底是人为？他杀？也就是说，我查证物来源是查对了，没错，没结果。记得我以前同你讲过，查案子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 查证物来源，第二，查死者死前的社会关系，第三，查杀人动机。那你只查了一样，怎么就讲查死了呢？社会关系、杀人动机，老廖死之前跟我是不对付的，和金哥联系很紧密。 但是金哥其实说起来是靠老廖吃饭的，所以日本人跟老廖其实根本就是一路。也就是说，我才是那个具备杀人动机的人。就是，我要是不弄死他，迟早他会弄死我。 放走长谷那天，我在大三元喝醉了。第二天你跑过来跟我说，让我提防我身边的人。其实你说的，就是要让我多注意廖孝林，对吧？是。其实是老廖想杀我，亏得那天金哥在把我给保了下来。还好他死了，要不然他一定要想办法弄死我的。 王权，醒了。对不起，兄弟。事发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就在这里。人多不多啊？那天人是蛮多的。 一会儿再玩好吧，我先问你个问题啊。我问你啊，出事的时候，你人在哪里啊？我那天你们来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在哪里啊？现在是我在问你啊。我晓得啊，你隔这么长时间，我想不起来的。这样好了，你提醒我一下。好好好。 我提醒你一下啊，就是出事情了，你人是在一楼呢，还是在二楼？应该不是在一楼，那就是在二楼了。那也不一定在二楼。啊，我是楼上楼下跑的啊。金刚，你耍我啊？我晓得，金爷跟我们铁巡长关系要好，但是你不要不把我当巡捕啊！我告诉你啊。 我要不高兴了，把你带回去也是分分钟的事情。你开玩笑的吧？你抓我，你凭什么抓我？我问你，出事情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我都说了，我不晓得啊。你不配合巡捕办案对吧？来真的，把脸板起来。我就是这样的脸。那我也就是这样子的记性。你。 别动！做啥？哎，你搞我鞋做啥呀？哎哎，你，马刚，把他给我铐起来！把我鞋子还给我！鞋子。
我跟你说，靠死我！把他弄住，是他作死的廖总。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兄弟，金刚的鞋，金刚钻，你看。大哥，哥，苏三，哥，放开他，金哥，放开他，铁林，叫他们放开金哥，铁林，不能放，放掉了他就跑掉了，对，金哥你听着，不要乱动，不要反抗，等我跟陈先生上去说完话下来，要你走你就走，要靠你就靠。听到了，想到了哥，上去吧。怎么回事啊？啊？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是谁的？你楼下二楼的楼板是金刚钻划破的，金刚钻的钻头就镶在这只鞋的鞋底，而这只鞋就穿在金刚的脚上。开啥玩笑？谁跟你开玩笑？我是想我脑袋都没想明白，原来是你。你是说我弄死廖总？啊！我放走长谷那天，你把我叫到大三元去，到底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你现在最好跟我说实话，因为一旦出了这道门，你再想反悔可就晚了。出了这个房间，你要把我怎么样？你说呢？我捕房里的兄弟现在可全都在你楼下了。要听实话是吧？说了你也不会相信，谁也不信。廖孝林要杀你，叫我杀你。我要是不应下来的话，就会有第二个人来杀你。我应了，把你弄到大三元去喝酒去。我身上带了一把刀子，跟你一起走，然后把你送到刘氏家里面去藏起来。我豁出去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我是你建议的大哥呀，你反倒来问我了。这就全对了。对啥？廖小林想杀我，你怕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所以他就死在仙乐寺了。就算是我杀的廖小林好了，你要把我怎么样啊？把我关起来？我是你大哥。不是我干的，也不是金刚。金刚钻想在鞋子底下划破玻璃，这种点子，鬼才想得出来。那你让我怎么解释？我哪能晓得？现在这是我的厂子，我需要这么偷偷摸摸啊？叫整个二层楼板塌下去都没有问题。怎么解释？你是寻长，这个案子归你管嘛？还不是你怎么讲就怎么讲啊？哥哥做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啊，啊！要毁也不能毁在你的手上啊。老廖真的要杀我？是，幸亏是叫到我。真的不是你动的他？老天动的他，他自己踩到水里面电死了吗？
给雷。就算是为了我，就这一次，杀人犯我也放过。你是我哥。哎呦，冤死了！别再说了，把那只鞋处理好。皮鞋呢？什么皮鞋啊？皮什么鞋啊？好，铁公子说走，说对，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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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强哥，嗨。鞋子还我，另外一只也脱下来，一起烧掉。哥，我也不晓得是咋回事。算了，我晓得，只有把这件事情归到你的脚底下，铁林那个港头才会收得住手，这个案子才会结得掉。哎，有人前前后后都已经算到了。谁啊？谁？谁弄死老廖就是谁。那到底是？那批药想到办法了吗？没办法的，东西集进去了，这入库都是要登记的。除非你放把火，那就放把火。我们要帮徐先生这么大忙，这个忙还是要帮到底的。放把火，把药抢出来，另外找个地方给他做个仓库，把药运进去藏好，钥匙交他手里面去。这是为啥？为啥？为我自己，钥匙到他的手里面，银佐先生的烟馆牌照就到我的手里面了。那我们现在就去把徐先生这边要的事情告诉银佐好了。你搞放还这么麻烦，他现在手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说啥药还在补房呢，说了也等于白说。等他把药接到手了，就什么都说得清楚了。反正我搞不懂，我都听你的。这么好的鞋可惜了，再给你买。
疫官からの情報です。武藤さんが死んだ日に着ていた洋服の上に化学薬剤が残っていました。どんな薬剤？さらに調査をしています。首の傷は初めて襲撃されて残ったものです。礼服は新しいの？影座様。はい、すぐ参ります。はい。正中血血了，谢谢。啊，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得忍住啊。忍住，忍住，没事的啊，忍住就好了，忍住就好了啊。手指头是怎么断的？我连我妈都没有叫呢。好好好好好，不问不问不问。但是你别忘了，我会看相的。那你看看，我现在面相怎么样啊？你的相啊，下气候。但是你交朋友不对呀，什么什么青帮的啦，巡捕的啦，哎，叫这些人干嘛呢？这些人就让你断手指。冯大姐啊，你看相。蛮准的。那当然。你讲我有血光之灾。喏，准的。你讲我要交好运，会结婚，也蛮准的。真的啊？那你告诉我，那个女的是谁呀？就不要问了，到时候会同你讲。哎呦，我先走，行不行啊？你能困能困能困，刚刚好一点点啊。要歇一歇，别快了嘛。我还要去一个地方。影座様。三日後、香港と法内から2名の客が上海に到着する。我が帝国の高官と重要な会談をするためだ。今から警備を強化する。間違いが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はい。影座様。武藤さんの死亡についていくつかの手がかりを見つけました。武藤さんの死亡した当日の礼服の襟に化学薬剤が残っています。武藤君は病院から直接交付会場に行ったのか。確かそうです。礼服はどこのものだ？元宝寺の寿司屋であすらえたのです。今から病院とその仕立て屋に行く。すすやへも参りました。もう一度行くんだ。化学薬品が勝手に服に付着するはずがない。必ずその店の店主が関係しているはずだ。店には客の寸法と身分証の記録が残ってるはず。それを押収するんだ。はい。
老板。哎，来了。哎哎，请问先生是来取衣服还是来量尺寸的？我之前在这里做过一套衣裳，您不记得我了？哎，瞧我这记性。哎，没关系，来，我查查步子啊，查查。不是前些天，之前我在这里做过一套西装，想改一下尺寸。是改大还是改小啊？改小。改小可以。有小票吗？本店出去的西服啊，改一次免费的。哎，钱丹小姐付的钱。是的。衣服带来了吗？这次来问一下，下次我再送过来。不过还是要请先生登记一下。好的。笔友吧。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啊，对不起啊，稍等片刻，稍等片刻。跟踪我，为什么这么快？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呢？找你容易，跟踪的不用。里面这样子，后来敲门之前不许进去，店里所有东西不许动。金站在，他走了，啊，哎，你也可以走了。你也要走？我当然走了，都下班了。他到什么时候走的？他走了有两小时了。哎呀，田丹在吗？刚走。他今天怎么走这么早啊？你们俩没说好啊？他有讲去哪里了吗？没有。哦，他好像说走的时候要买什么东西。那今天还会再回来吗？哟，那可说不好。你有急事儿啊？没事，谢谢啊，放了他。徐先生，我谢谢你。不客气。
都心知肚明了，你还挺客气的。人家又没说什么，我能说啥？